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今天我来这里挖那个竹笋，现在那个竹子长了很多，那个竹笋很大个的，有这么大，挖回去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们找那个腊肉吃，走吧。今天收获了一点这个野生的小山竹啊，就是少了一点，不过这里呢也是跟那个腊肉炒一起够吃一顿了，我们现在回家去了。